说怎么办？医生说，医生说，我最近可能太疲劳了，眼睛才会发炎，才会这样子，多休息就可以了。嗯，好啦，那应该没有事啊。妈，不用担心啊，我应该休息一下就会好。等一下。喂。哦，小溪啊。你讲啊，是不是你家教练叫我退出游泳队？是不是你讲的啊？是我跟教练说的。为什么啊？从小到大，我最喜欢就是海边，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游泳。从乡下到台北，我唯一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加入游泳队，才能让我真正有开心的感觉。而且我跟阿健还有一个约定耶，你现在连我唯一的兴趣都要剥夺，到底要我怎样啊？
阿健，比完赛了，你服气了吧？我们还是好朋友吧。服气？一辈子不服气？为什么？现在赢了你，是因为你快瞎了。我不要！现在学学看吧。哦呦，我又没有看不到，我不喜欢啊。没事，我来陪你。
呀、啊。